还有洪杰在我们的中间哈，我们再想让我们认识你一下啊。好，我们要彼此欢迎，用几分钟的时间彼此欢迎你跟我们两位新来的朋友啊，还有这个博管哈，我们一起跟他说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啊。大家一起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我们彼此欢迎，彼此祝福。好，来离开你的座位啊。
2011年的3月11号，各位还记得什么日子吗？311在日本发生大地震之后，当时台湾的新闻媒体，所有的焦点都放在日本的这些相关的消息，这些镜头耳濡目染之下，真的会让人觉得是很没有盼望的啊！你还回想起当时日本大地震、海啸啊，这样子从海面上而来，冲毁了这么多的房屋，造成这么多人的死亡。你看到那个画面，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挫折，而且感受到意志非常的消沉。今天这个时代让人沮丧，让人挫折，有很多的理由，太多了。但是想想看，人生应不应该有高有低？你认为应该有高有低吗？没有人讲话。觉得你的人生应该一帆风顺的举手，一帆风顺。你觉得你的人生需要有点挫折的举手。感谢上帝，大家都蛮诚实的。有高有低才有精彩的人生。那么现代人比较忙碌，他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去度过，忙生活、忙工作、忙家庭啊，他们日积月累，那么周而复始啊，你会发现身心灵会非常的疲惫啊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太忙了，太劳碌了，或者忙着生活、家庭、工作，一开始的时候是无助的感觉啊，渐渐的就变成两神，两眼无神啊。看看你把隔壁的，他有没有两眼无神有没有？还是炯炯有神，看前面听牧师讲到，还是从刚刚开始报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回有向外了有吗？从开始无助到两眼无神，然后呢，到最后对未来是很迷惘的。刚刚已经兴起 OP 那台语这个广告有句话讲：过哪后啊，人心就是拆迁，对吧？哈，过哪拜啊，人心就是 OP 啊，这个是广告打的不错，但是。不是官后败的问题哈，你若官啦后还是无后哈，人心不是彩色黑白，不是这样定调的哈。接着下来，你可能有点忧郁的现象，你好像那个飞机失速了，要往下冲，要俯冲的那种感觉。你好像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劲了。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好像对一些事情提不起劲。那么今天牧师从另外一段圣经来告诉你怎么办呢？怎么跨越沮丧？怎么迎向这个挫折？我们从雅各的身上来看，我们学习怎么样迎向沮丧，怎么样重新出发。好，我们来看创世纪32章22到32节，22到32节，我念一节，你们念一节，我念双数，你们念单数节，创世纪32章22节，我念，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11个儿子，都过了雅伯渡口，请。24节，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胜过他，就将他26节，那人说：“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”雅各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”那人说：“你要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28节，那人说：“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、与人角力，都得了胜。”雅各说：“请将你的名告诉我。”那人说：“你给我的名，于是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。”30节，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庇鲁伊勒，意思说：“我面对面见的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”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念好来。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麦和金，一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不满足了大麦和金。我们读到这里，雅各的一生是非常传奇的，非常传奇，而且哇，非常经典的一个人生的故事。20年前，他的兄长、姨嫂、长子的身份，他蒙骗了，得到了祝福。后来呢，雅各逃到他这个。拉班也就是他的舅舅那里，对吗？对，读过这个故事。那么今天雅各从他舅舅那里回到了故乡这段故事在描述，但是问题是请问一下，他要怎么样面对他的哥哥以扫？
以扫会原谅他吗？他想了一个方法，就是把所有的牛羊驴骆驼分成好几对当成礼物。如果你有时间你去看创世纪的圣经，他打算把这些礼物送给曾经得罪过他的兄长，就是以扫，好让以扫可以平息他的怒气。但是在整件事情还不明朗之前，特别是他怎么做呢？雅各是非常非常沮丧，有没有？雅各是非常非常沮丧。雅各面对这件事情，想要取得哥哥的原谅，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，在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，他非常的沮丧，非常的挫折。但是雅各怎么重新出发呢？雅各怎么从生命开启另外一个新的高峰呢？首先，你写下来，写下来，找个让自己休息的片刻，你把它写下来。你找一个让自己休息的片刻，你会发现这段圣经里面，雅各面对他自己生命当中的低谷的时候，创世纪里面看到说，雅各他刻意的，让所有的人呢，到了从雅伯渡口到了对岸，24节说，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11儿子，都过了雅伯渡口。23节，先打发他们过河。又打他们所有的都过去。24节，最后剩下谁呀？只剩下雅各一人。一起说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剩下雅各一人。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你会发现，他把所有的人都打发过去，他留下他一个人。雅各选择一个人留下来。那请问，他留下来做什么呢？看起来他是要好好的安静。第一步，当你面对挫折沮丧的时候，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先好好休息。跟你妈咪讲，好好休息，好好休息，要让自己有一个休息的片刻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不要觉得休息是一种罪恶感，你也不要觉得休假也是一种罪恶感。如果可以，牧师真的很想休假一个月。因为还不满7年，不然就可以申请这个安息。因为休息才能保持最佳的状态，对吗？对不对？你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。休息可以帮助你进入生命的高峰，但是休息不是告诉你说，牧师现在要休息，那我就从礼拜1睡到礼拜5，好好的大睡一场。这个不叫休息啊，这叫沉睡啊，这叫昏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不叫睡，不叫休息。或者休息也不是告诉你说什么事都不做，而是在灵里面、魂里面、身体上面，你这三个整群的人都必须休息。怎么做呢？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你可以离开你的工作，也许你可以去祷告山禁食3天也不错。像我们阿香就禁食40天也不错，好好的休息。那么有很多人选择休息，可能去度假，跟神亲近，很好。像我们有很多的牧者，他们定时定期都会远离尘嚣啊，到远远的地方去跟神亲近7天，跟神在一起，跟神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重新得力。阿们。懂我的意思吗？遇到挫折沮丧的时候，不是去百事达租一堆电影来看，也不是去看电影，不是，是要到神的面前跟神交通，把你的沮丧和挫折告诉上帝。当我们看见耶稣面对挫折跟沮丧的时候，耶稣有没有去找他的门徒来讲话跟沟通啊？没有，耶稣选择的就是跟雅各选择的一样，他选择安静。当他一整天在加百农，圣经记载，他在加百农忙碌忙碌忙碌，到隔天的清晨，他圣经记载，他选择到哪里去？到旷野里面去休息，去按死亡以后，他很难过。他也是一样，他没有跳起来问他你怎么死的啊？没有，他一样退到哪里去？到旷野去安静。安静出来以后，你知道耶稣就行了无比什么恶灵的神。然后他就要面对十字架，他带门徒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，他把门徒们都支开，
只剩下他一个人在那里安静的祷告，跟牧师这样宣告，跟牧师这样宣告。当事情越多，开始一起说来。当事情越多，越忙的时候，越忙的时候，请你记得更多安静休息。请你去仔细的去品尝牧师讲的这句话什么意思。哎呦，牧师，我已经够忙了，你还叫我休息？你仔细去体会一下我讲这个什么意思。当你事情越多越忙的时候，请你记得要多安静，要多休息。好嘞，祝福你旁边要多安静，要多休息。第二个，请你把它记起来，忘记过去的挫折与失败，忘记过去的挫折与失败。那么挫折跟失败让人停在那里不肯前进，我们会因为挫折，因为沮丧而失去了很多的热情，甚至于会影响我们一辈子。我们看见雅各，他一个人独自留在亚伯渡口，他回想起20年前的往事。那如果他要战胜沮丧跟挫折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要胜过挫折，你就必须把过去的挫折放下来。就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，他说过一段话，他说：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一起念好不好？来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好，还有呢，第14节说：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赐我来得的奖赏。保罗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失忆、失去记忆。保罗不是说，那既然这样，那你就把它忘掉，把它失去记忆，或者是去遗忘一些去经历的事情，把它忘掉，很难的。很多经历过的事情，我们不容易把它忘掉。保罗也不是说把你的脑子拿出来洗一洗再装回去，没有这个意思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们不要被过去的事情影响。请你跟你旁边住，不要被过去的事情影响。不要被过去的事情影响。就像是我们的垃圾家里、我们每个人的家都会制造一些垃圾出来。那么你的家要不要倒垃圾？家里要倒垃圾的举手。应该有了，那没有举手有点怪怪的，好像都没有垃圾要丢了、如果你不处理你家里的垃圾，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吗？你觉得会有什么结果？臭、脏、乱，还有呢？蟑螂、蚂蚁、老鼠。我跟年轻人讲啊，我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，就有只老鼠从天而降，就掉在我的办公桌上。它在天花板开运动会，跑太快了，刹车不及，一只这么小的老鼠，就从那个缝隙，就掉在我的桌上，然后摔在地上，当场摔死。感谢上帝，我连打都不用打他，我直接就拿扫把本机就把它处理掉，因为太小只了，一摔起来，因为没有戴安全帽就脑震荡。我讲的是真的，我是开玩笑。我在打电脑，我就听到嘻嘻嘻嘻嘻嘻，就掉在我的右手旁边了、不是右手、如果你是，你会被吓一跳。哇，惊死你吼！这老鼠再小只的，就掉在我的旁边了。那你的家如果不处理垃圾，会不会有异味啊？有蚊虫啊，所以你必须要丢垃圾。为什么要丢垃圾？为什么要丢垃圾？我相信哈，昨天晚上你把垃圾丢掉的时候，你会记得，大概记得垃圾桶里面有什么东西，吃过的东西，你吃过什么，你丢进去什么，我想你应该很清楚。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。按时去丢垃圾，不等于去遗忘那些垃圾。那些垃圾是真的存在的，不是你拎着一包垃圾拿去楼下一楼啊，不管什么样的车，你把它丢掉，并不表示你忘记那包垃圾，那包垃圾还是存在。但是那包垃圾从你家拎出去以后，就不再影响你家的生活，对吗？对不对？对。可是那包垃圾还是垃圾，不会因为这样那包垃圾就变成黄金。不会，但是我们不会被丢掉的垃圾给影响。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？不会吧？丢出去的垃圾，好可惜哦，好想请他回来哦。有这种人吗？没有这种人。你丢出去的垃圾，你会觉得哎，好可惜，我昨天丢了一包，好可惜啊，垃圾好漂亮的垃圾。
我想你应该不会这样哈、啊。如果你这样，表示你遇到很大的挫折跟沮丧啊。你丢出去以后，你就想要忘掉那个垃圾，但事实上你忘不掉，因为不会因为你丢掉而且遗忘掉那包垃圾，不会。但是那包垃圾从你家出去以后，异味就不在，对吗？对，臭味也不在了。你刚刚所说的那些东西都不在了，它不会影响你一个正常的生活。可是我要说，人的记忆是没有办法去磨灭的，但是不要让这些东西来影响我们。我相信你的生命中有一些记忆是不能磨灭的，前提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说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把你的焦点对准，不要失去焦点。在小组里面我们也不失去焦点，在侍奉上我们也不失去焦点，我们只有一个标杆，有一个标杆不会让你失去焦点，就是谁啊？我们的上帝。阿们。你要向着这个标杆直跑，就好像我们到台北啊，你如果呢任何地方，台北市任何的地方，你只要能够掌握得到台北 101 啊，101大楼那个位置在哪里，我想在台北市不太容易迷路了。你只要能够精确掌握到101大楼那个位置，你在它四周围走，你应该不会迷路。为什么？101大楼就好像一个标杆一样，那是一个主要的方向。亲爱的，你的生命的标杆是什么？你的生命的标杆是什么？如果你把你过去的挫折当成你生命中的全部，在职场弟兄姐妹也是一样，挫折不算什么，沮丧不算什么，对吗？阿们。阿们。你在上班工作的弟兄姐妹回应我了，沮丧不算什么，挫折也不算什么，无人买你的保单嘛，无剩什么了。阿们。阿们。好小声，你们在做生意都不回答我了。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因为那不是你生命的全部。阿们。要了解这一点，你可以向着标杆直跑。什么东西会影响？是你的心。你的标杆是谁？你的标杆一定是上帝。跟你旁边住，你的标杆是上帝。你的标杆是上帝。雅各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他面对那失散多年的兄长，哇，这怎么得了？他当年欺骗他，今天要面对他，怎么办呢？他怎么能够胜过他的沮丧呢？他回想起他跟他大哥的往事，然后道尽了所有 当年的这些悲欢离合，非常惨，那些数不尽的喜怒哀乐。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神秘人，刚刚我们读的故事，谁跑出来？上帝的使者跑出来，一个神秘人，他坐在亚伯渡口。你想一想看，我今天要讲什么？他一个人在亚伯渡口回想起二十多年前他犯下了一件错误的事，对吗？他欺骗他的哥哥，对不对？骗了长子的祝福名分，现在支开了所有的家人。你觉得他一个人在亚伯渡口会想什么？会觉得他会跳下去自杀举手，或者自己自残的，有没有？这个时候当他焦点放在上帝身上，神出现了，一个神秘人物出现，一个神秘人物出现，转移了雅各的焦点。这个神秘人物其实就是上帝自己。雅各的眼光开始转移了，雅各是放在自己的情绪上，对吧？雅各放在自己的情绪。我们为什么会有挫折沮丧那么久了？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情绪里面。如今雅各转向上帝，我要讲一件事情。当年还有一位人，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摩西当年他要先经历过40年的挫折，40年前的挫折。当他在年老的时候被上帝重用的时候，你知道40年前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吗？因为为了同胞，为了国家，为了民族之间的调解，结果呢，他一不小心杀了人，误会，然后就被进入到旷野牧羊。这是摩西，挫折了这么久，
位叫约书亚，他也是一样挫折这么久。摩西派约书亚去看死，他是其中一个探子，对不对？去看迦南地，结果剩下约书亚跟加勒回报正面的消息，结果这十个人传出来都是恶讯，都是恶的消息，都是不好的消息，导致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。接下来弟兄姐妹，牧师也在学习一件饶恕的功课，愿上帝帮助也帮助你。那么英文呢应该讲 forgive and forgive， 有没有讲错？忘记跟饶恕，牧师在学这个功课，真的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我不能告诉你这件事情是什么，但是我很期待可以去把它行出来。如果要忘记，就要饶恕；如果要真正忘记过去，就能够饶恕去过去伤你的人。我正在学习，真的不容易。我也在这里说，不是因为牧师你做不到，你还教我们，就是因为我做不到，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们，我们要一起努力。我不能告诉你说，不是你在跟他讲，你都做不到，你还告诉我。我这样讲有愧于上帝仆人的角色。我要按着上帝的话告诉你说，摩西怎么样去饶恕，约书亚怎么样去带领百姓，雅各去怎么样去饶恕，或者去跟他的哥哥道歉，然后完成这件事情，忘记。这真的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。我们为什么会沮丧？我们为什么会挫折？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忘不了，因为我们一直唱那个忘不了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难。不过我相信靠着上帝给我的力量，我们可以做得到。我相信需要一点时间，那么我也相信雅各有一点点时间是上帝给他，上帝给他。你可以找到生命中的喜乐，是因为真的忘记了，是因为真的饶恕了。这就是我第三个要跟你们讲，接下来试着找到生命中的喜乐。雅各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抓，一直抓，他的生命中抓无尽的东西，无数的牛羊，很多的财富，他一直抓。从表面上你看雅各他真的很风光，但是请你注意听我这样讲，我现在从这里看下去，我看你的脸看似风光，你看我啊，你看着我，我现在看着你们的脸看似风光，可是我只要讲到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可以马上看得到你立刻失去喜乐。这个人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上帝知道。雅各只要一提到他的哥哥，雅各的喜乐就不见。千万头牛羊对他来讲一点都不吸引他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听懂吗？他只要一想到他的哥哥，他没有喜乐。一个常常去面对或者处在这种沮丧跟挫折里面的人，会失去喜乐。你最近有没有失去喜乐？只要一谈到业绩，你就失去喜乐。你只要一谈到另外一个姐妹，哇，失去喜乐更多。一谈到牧师，喜乐失去的更多。有没有这种现象？一谈到小组组长，哎，摇头吧，喜乐失去的更多。啊，李雪老师跟我一谈到年轻人就摇头，哎，喜乐。喜乐满怀，你有没有这种？我从表面上看你，我们面对面谈话的时候，你跟我谈话，我跟你谈话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戴着面具。可是我们在一谈到某一个人或某一个话题的时候，我们一点都喜乐的样子。对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，你要拒绝，对不对？忧伤的灵使骨枯干，你要拒绝。我们的问题是。
到底是谁把我们的喜乐夺走的？到底是谁带给我们沮丧受苦？那到底是谁把我们的喜乐给夺走的呢？问你旁边，到底是谁把你的喜乐夺走的？很多人看着我，牧师啊，牧师夺走我的喜乐，或者是小组长夺走我的喜乐。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，每个人的情形不尽相同，但是牧师告诉你，每一个人挫折跟沮丧的症状都很像。当我们感觉到沮丧跟挫折或者有倦怠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自我否定，哎呀，我不可以了，我不行了，不要叫我做这个。有的时候慢慢慢慢的就会有些悲伤，有一些痛苦的东西出现，那些情绪都在你里面。如果你要拥有喜乐，有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有自我价值。提到这个价值，你就必须回到上帝起初创造，神精心设计在你的身上，人是神创造的，所以你就必须回到他的面前，回归于他。上帝要人找到生命的价值，上帝要给一个人有生命的价值，一个安全感，一个成就感。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失落吗？你知道你为什么会不喜乐吗？有很多人看到飞机他都不喜乐，有很多人看到交通公车他都不喜乐，有人看到捷运他也不喜乐，因为他有一个记忆存在在那。有人看到一个人他也不喜乐，有人听别人讲一些话以后他也是不喜乐。其实我们学习喜乐，因为喜乐是一个果子要结出来的，对吗？阿们。如果你最近一直失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要回原厂送修。教会的福音车我都送回普罗塔原厂。我觉得环境觉得我们只要有物质，我们就觉得很满足。哎呀，我们只要有 iPad、iPhone、i 什么东西，通通很满足。哎呀，我们只要有 HTC 啦，我永远都是国货的爱用者，我就很满足。我觉得我可以换这个换那个。我就觉得很满足，物质的东西我就觉得很满足，但是事实上显然不是。圣经的教导显然不是这样。圣经的教导怎么教呢？我们来念这段圣经我们就结束。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，一起念来，预备来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阿们。可能拥有一些东西会让你带来快乐，但是那是短暂的。如果你要持续的喜乐，祝福你只有在神的里面可以找得到。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香港来的朋友，只有在神里面找得到。阿们。感谢上帝。最后我们看见神亲自改了雅各的名字，改了叫什么？以色列。为什么上帝要把他改名字？因为过去他是抓，上帝要把雅各的价值观改过来，赶紧叫以色列。以色列就是王子的意思，就是王子的意思。雅各本来从一个抓的人生，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王子的身份。哇，恐怕这个在雅各的人生当中应该是最喜乐的。你在抓什么，弟兄姐妹？你一直在抓什么？你一直在挫折里面，你在抓什么？上帝今天也要给你一个新的名字，就叫喜乐。阿们。我不会改名字，所以我只知道什么叫喜乐。我告诉你，就是喜乐。你本来从一个非基督徒，现在你的名字叫基督徒，那应该是最喜乐的。你本来不认识耶稣，现在认识耶稣，应该是最喜乐的。本来昨天很多挫折，今天听到了这个信息以后，哇，突然间恍然大悟，喜乐起来了，那应该是最喜乐的。这个喜乐怎么能持续呢？就是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里面，做王子，讲话像王子，作风像王子，谈话也像王子，再也不一样了。你的生命因此而改变。
现在请大家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找三个五个人，男生找他跟他讲说你是王子，女生跟他讲你是公主，大家开始哈利路亚。也从座位上站起来，邀请秀清去找三个人跟他说你是三五个人，男生你跟他说你是王子，你的身份不一样。你女生跟他讲你是公主，你的身份不一样。我的时代是我们的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让喜乐充满你，让沮丧挫折远离你，好不好？姐妹，把你的双手举起来，说举挫折沮丧离开我。哎，然后呢，喜乐充满我，哎，大声一点，不够了，喜乐充满我，挫折沮丧离开我，好不好？姐妹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来拍手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唱歌。祝你喜乐是我的依靠，你的救恩是我的光，虽然来的苏的小雨，但你不怕这不结果，我愿意求我你什么心快乐。我的喜乐，祝你喜乐是我的依靠，我不能死，我要赞美。
利路亚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。上帝的祝福，还有差遣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引导和带领，常与弟兄姐妹的家庭和事业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请坐。我们要继续圣经便利贴，刚回到刚刚的画面，我们要请大家，请小组长、副组长们、同工们带领，带着你的小组，我们现在报告完之后，